我希望天下的男士真的把一个女人娶到手娶到家的时候，认认真真的去疼爱他们，去关心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有一个，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很受伤害。夫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我们从根本上是希望每一个家庭和睦，尽量把日子过好。老话说得好，恩爱不到头，吵吵闹闹。